身体里的是一个叫星河的东西。你在装星星吗？这事我也干过，不过抓的不是星星，而是一盏灯。大头，五四三二一，我来处理这些邪徒恶党。三个陌生人，三个陌生人来到了贝鲁莫克，他们中有人带着毁灭的种子，并将引致灭亡。你可记得训诫？谨守戒墙，只因恶魔将如风雪般降临，只因灾厄将如寒冰令人战栗。种子深至地下，终有一日，毁灭将再度到来。教诲，带他们到我面前来，布罗尼亚。你要为我做到这件事，我必须亲自审判他们，净化他们。是，执政官大人。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母亲。